清脆缓存。你好，欢迎来到劳动登记处。我们通过这个短片向你展示保持电脑平稳运行的方法。随着劳动登记处网站不断更新系统，你的电脑可能会中断与登记处的连接。清除之前的搜索记录，帮助你的电脑运行得更快，并防止出现连接错误。通常储存在电脑缓存中的搜索数据可更快地重新加载网站，但是储存太多旧的搜索数据将可能会产生连接的错误。当需要登录到劳动登记网站的系统时，建议使用 Google Chrome 或 Firefox 浏览器。当你使用 Chrome 浏览器登录到劳动登记处的网上系统，请单击左上角的更多，然后单击更多工具，再单击清除浏览数据。在顶部选择时间范围，所有时间，以删除所有的内容。选中 cookie 和其他网站数据及缓存图像和文件旁边的方框，然后点击清除数据。对于使用 Mozilla Firefox 浏览器登录到劳动登记处网上系统的用户，请选择私隐和安全的版面，在 cookie 和数据部分单击清除数据。除去 cookie 和暂点数据前面的标志，勾选缓存的内容，单击清除按钮，关闭关于首选的页面。你所做的任何改变都会自动保存。如果你有任何其他问题，请点击支持。ECE 的社区是由12多万名专业人士组成，感谢你成为社区的成员，你所做的工作很重要，我们随时为你提供帮助。